今天特别开心，又到周末了，给仔仔们来个全体打饭。首先是他们的主粮，每只给个一大勺。正好周末来了，你们都去哪里玩呀？不会像我一样只宅在家里吧？然后是仔仔们的补补心，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，有没有觉得很像？这个吃起来也脆脆的，还挺好吃的呢。永远都吃不完的速食锦，这一大罐吃了好几个月了，都还没有吃完，每次都不能给太多，难搞哦。闻起来酸酸甜甜的野莓球，实际吃起来没啥味道，我也不知道为啥仔仔们会这么喜欢吃。长得不好看，但是对肠胃特别好的乳酸菌，除了贵没啥毛病，给他们多来一点。这么热的天，来点水果吧，甜甜的木瓜干，一片就太多啦，给他们分一下，甜食要少吃一点哦。苦苦的蒲公英草，就是太苦了，我家的仔仔们都不爱吃，你们有啥好办法不？可以磨牙的雪花酥，第一次给仔仔们吃，看看他们喜不喜欢。再来点美毛的小三角，这个闻起来好香呀，他们肯定会喜欢吃。最后再来一点点的蛋壳粉，这个吃起来没啥味道，拌进去了他们也吃不出来。最后敷衍的搅拌一下，顺便考考你们，还记得我刚才放的水果是啥咧？